Christine 酒店位于机场快线 ARL 的终点站隔离，从机场出发只要45分钟就可以到达，车费只要45泰铢。到站了之后还有天桥连接，无需担心塞车，也都不怕日晒雨淋。从机列站出来步行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到达酒店的了。今次介绍呢间 Eastin Grand Hotel 海日泰是2023年5月开幕的，拥有美丽的空中泳池和华丽的大厅，连接了商场和 BTS 站，非常之新，非常之方便，亦都非常之受欢迎的。若果坐 BTS 去晒阴行街都是两个站的，真的十分之方便啊。踏入大堂有一种很 grand 的感觉，既有超高的楼底，又有很多璀璨闪亮的水晶灯。原来这里的设计灵感是来自百年行宫海日泰 Palace， 是走维多利亚的风格，又大又靓，真的很适合打卡了。打开房门，右手边有一大块落地玻璃，后面就是浴室来的，另一边就是挂衫的地方，最底部有人字拖和棉布拖鞋，好好穿的。mini bar 方面有免费的茶、咖啡和樽装水。今日入住的双人房，房间面积34平方米，房价6780泰铢，大约等于港币1492元，最多可以入住三个人，16岁以下的小童都是不需要收费的。靠窗那里有贵妃椅和台仔，旁边亦都设有 USB 的充电插座。房间的设计感觉中规中矩，不会特别大或者宽敞，但整体而言的装潢是温馨舒服的。拉开窗帘，窗外的视野非常之好。其实酒店是位于火车站隔离的，不时都有列车经过，但是房间的隔音不错的，很安静。浴室方面空间十分之宽敞，以白色系的瓷砖为主，有毛巾、牙膏、牙刷等备用品，同埋风筒等等。一边是马桶，另一边就是淋浴间，沐浴品牌是 Eco Genesis。Eastin 有两个无边际的游泳池，分别位于22楼和37楼。我们去22楼这个 Infinity Pool， 刚刚好遇着日落时分，居高临下欣赏曼谷城市的景色，真的很漂亮。难怪有人喜欢在这里游水之余，亦都喜欢在这里打卡，这里真的很超很漂亮。Eastin 的早餐是在酒店的 The Market 餐厅提供的，
呢度嘅面积达到13000尺噶，相当之大。设计装潢上咧，既有森林嘅布置，亦都有现代化嘅设计。当然啦，呢度面积大之余咧，提供嘅食物款式种类选择都相当之多噶，从亚洲嘅菜式到欧陆式嘅早餐都有。唔少咧，仲系即叫即做嘅，好似薯面啦、煎蛋啦、寿司啦、面包类、水果等等，都见到有工作人员不断咁制作，十分之新鲜啊！呢度嘅早餐种类选择相当之多噶，而且早餐嘅供应时间咧系6点钟一路到11点半嘅，真系可以瞓饱饱先嚟慢慢食啊！酒店所在的大楼呢，其实是一座美食大楼来的。若果经过天桥前往 BTS 站，一定会经过超人气排队的甜品店 After You Dessert Cafe。如果想找一间比较少人的分店呢，这间就是好选择啦，不用排队就可以入座的了。这个泰式奶茶雪花冰，橙红色的沙冰，带有香甜和些微苦的特点。沙冰里面咧，仲有面包块同埋凉粉，味道同埋口感都非常之多层次啊，难怪咁受欢迎啊！我哋仲点咗一份车打芝士吐司，松脆嘅吐司表面有一层香甜嘅蜜糖，再铺满浓浓嘅车打芝士，咸咸甜甜，加上忌廉同埋雪糕，真系令人一试难忘啊！从海亚塔 BTS 5号出口行过嚟，就会嚟到 Let's Relax Spa。我咧做咗一个120分钟嘅泰式按摩，1200蚊泰铢，港币咧大概系270蚊，真系好抵啊！完成咗按摩咧，仲有芒果糯米饭可以食啊！我哋嚟个总结啦，呢间新开嘅 Eastin 酒店咧，位置十分优越，可以坐机场快线直达，无需担心曼谷塞车嘅问题。而且前往热门嘅 Siam 商业区都系2个 BTS 站啫，行街买嘢都十分之方便。酒店咧仲有美丽嘅无边际游泳池，早餐嘅食味都好多元化，好好味噶。而酒店大楼附近咧，亦都有好多美食餐厅。71After Desserts 同埋 Let's Relax Spa 等等，十分之方便啊！唔怪之得咁受欢迎啦。今集嘅介绍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记得订阅、分享同埋 online 啦，拜拜。